说话也有冲劲儿，是吧？十六个小伙儿，你们小心一点。刚才王哥试过了啊。好看一下场上十六个小伙子，对谁感觉好？那个有点近视眼，近跟前看行吗？好。你不是去灭灯？顺便吗？要不然我还得去吗？你真是不愿意穿高跟鞋，你这是溜达一会儿都不愿意啊？对。你光灭灯了，看没看的意中人？看了。看了。你两不耽误啊？啊，该灭的灭，该选的选，来选吧。场上十六个小伙子，对姑娘的感觉怎么样？大家可以先考虑一下。请选择。